这肚子没有丹田。下三指，下三指。肚脐眼在这里。你肚脐眼怎么会长那么低呀？一二三，怎么样？好，来下一位是张小姐哈，她的这个工作是说呢，她这个为了工作保养嗓子，只能克制爱唱歌的心，她很压抑，她想要解决，找到解决的方法。奇怪，来我们这里都重症，怎么有这种听胸哎？听胸哎，来张小姐请进哈。哎呦，哎，耳朵嘛，大家好，在这对不对 ？Hello， 好。可爱呀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刚下班，赶快过来。哪来？听说这边刚好开了一个诊所，赶快来就诊一下。你什么地方有问题呢？啊，这个问题问宪哥就问对人了。因为呢，我们就是每天都要讲话，而且要讲一堆话，所以呢，平常的时候我们都不敢就是在播报之外的时候来唱歌啊，或者使用嗓子。人家说的针对，日发千语必有伤，每天讲一千个话，一千个字的话，你身体会有伤的，内伤。嗯，哎呦，嗓子这么严重，哦，我应该是没救了吧？我发音的位置是对的，对，这边对，那不一样。啊，你的部分是怎么样？哦，我的发音的位置应该是不对的，所以我声带本来就受伤，然后就是之前有去做过一些手术啊，然后还有去台大那边去做语音的复健，但是就是都救不好。就是做不好，因为他要花很多的时间，可是赶不上我们使用的速度，所以每天都一来。现在很晚了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哇，因为刚好讲中我这个专业，这个是一个专业。我跟你讲啊，我再帮你看一下。哎呦呦！哦，院长亲自来教他。我跟你讲啊，他的情况是这样。我们的喉咙，这个叫喉腔，对对对，喉腔共鸣，对不对？胸腔的共鸣，嗯，但是我们唱歌的时候，确实要丹田腹腔，哎，丹田啊，丹田就肚脐眼，肚脐眼差不多在这里嘛，对，在这里，哇，往下，丹田在哪？往下三根手指，哎，往下三根，对啊，这肚脐眼，哎哎哎，喂喂喂喂喂喂，去脉搏，去脉搏，哦哦，横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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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在这地方。你看没有，你千万不能想歪，它是一种真的，你发音发出治疗啦，发出一种治疗啊啊啊啊！你这么晚了，这么晚，现在三点了，不是不是，叫这种声音，你要唱啊啊，力量出来，你这里没有动哎，你看我摸我丹田，啊，下三指，下三指，叮叮。好，太晚太早。你看，一二三，怎么样？还问人家怎么样？罗丽塔，你告诉他是怎么样？巴肚这大呢，当然嘛最方便。哇，上面够方便了，都讲还不是巴肚了哦，那是。真的啦，你看，怎么啦？不是丹田，是肚脐眼在，肚脐眼在这里。你肚脐眼怎么会长那么低呀？太低了啦！差不多了。你肚脐那么低哦？对对对。真的假的？好特别哦。有没有？你看，这个凌晨三点。所以你看哈，来，我们给一个音乐，你唱两句我听听看，你唱两句我听。找一首专场的，最拿手的歌啊，哪首歌都没有，都没有很专场，随便唱两句都可以。手里三米三里，为他到尾，甲你想一摆。丹田。明知也不再讲，风吹草动嘛心叮当。丹田。手里三米三里，哇，这很难哎，这没办法同行哎。你回去哈 ，OK， 这样差不多了。你回，怎么觉得你从那在自己要练吐啊？你看我这种，修理沙弥沙弥，不是院长，怪怪的院长，平常唱歌没有这样唱，多糟！你看 Michael Jackson 就这样。哦，来了，我跟你吵。可是我们真的很多的护嗓，什么吃生蛋黄啊，然后什么对，没有。你主持量这么大，然后又这么会唱歌，到底怎么办到？所以你看，唱歌讲话是用胸腔。哦，你看胸腔，胸腔共鸣很轻松，有没有？这个都没有在动。啊，唱歌，哎，这个就是。哎，那张学友是用什么共鸣呢？他是手腔共鸣。哎呦，这样，我肯定讲别人。
学。OK， 那我们给你介绍一个很棒的老师，你去学习。学完之后，我让你开一个公开的发表。真的，一定要哦。老师，我是林宇，今天就拜托你了。好，没问题。平常在工作的时候，觉得有压力，讲话太多，真的有负担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的喉咙很容易觉得不舒服，而且讲话如果久一点、用力一点，都会很不舒服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来解决那个不舒服。真的假的？其实充足的睡眠也会帮助我们声带有休息。我是晚班，所以呢，我下班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晚，声音要开啊，都要两三个小时以后。怎么让声音开？就是一直讲话嘛。一直讲话它只是一个方法之一。你帮我看看，你可以做一个我们小时候玩的练习，对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好，我们练习是为了达到曲子的功效，所以这个对，我们就放开做。对对对，我现在在思考对我的职涯会有多大的影响。我们要减缓你等一下唱歌的一个压力，我们就需要丹田跟腹式呼吸。我帮你感受一下哈，刚刚我不是说点吗？你可以摸压我这里，好，用力压哦。哎，对对对，好，我现在先吐气。啊，等一下看我这里哦，好，跟我这里不会起来哦。现在我进行腹式呼吸，我会做夸张，吸，好，有股力量。你的眼神里好像也期待，期待不一样的未来。气，第一天我存在，第一次那就更快，站在地上的脚踝，因为你而有这十个。所以呢，你回去的啊，就是平常讲话，其实讲话也可以用多一点这边，哦，可以放松，这边去用力。哦，没错，太棒了，对，对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有啊。有，对不对？突然好像灵很通的，对对，哦，有开了，有开，好，所以你回去运用这样的方式，就可以让你减缓压力，然后健康快乐唱歌。好紧张哦，因为已经在家里练习了一个多礼拜，可是从来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表演过。那我今天又带了我的幸运符，就是我的阿嬷来现场，阿嬷也在现在听，所以希望我们可以表现得好，加能指使的只有阿妈。哎，阿公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就甘心啦，来抱一下。Oh yeah, I love you. She say she love me. 有没有？有没有拍到？抱一下，抱一下，抱一下。